嗨，晚上好。我等会要去换衣服，只是给你们看看我穿这个衣服。这衣服是我从去年就买了，但是呢，去年买的时候已经快冬天了，快秋天了，然后就没时间，没机会穿了。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洞，我就有点麻烦，所以我把它给遮住啊。谢谢新宝不吃辣的权杖，谢谢你的权杖，谢谢。对啊，我穿的这个衣服拍的抖音，要换，我要去换一下，我去换个衣服啊。我还找不到衣服穿。应该放这儿。我吃了，所以我这嘴巴边上都是那个辣椒。我的口腔溃疡已经好多了，已经吃辣的没那么痛了。我就直播一会儿，因为我还有其他的事要干。谢谢小史的皇冠，谢谢你，Thank you，谢谢你。没开是我的，说实话。等一下，就这一点儿。关了，但其实没区别，因为我放个歌吧。想到了吗？是现在根本囤不了，不过明天就解封了，好像。明天就不封了。怎么没有放音乐呢？
哎，我下了吧，这个没有。不大肯定不会乱跑的，我没有那个心情啊，找到。今天没做，昨天做过了，今天为啥还做？每天都做的话，我就不至于吧？好像是有地方是每天都做。你们就是，那好惨。今天还会播6个小时？当然不会。要是再播6个小时，我要吐血。喉咙出血，好惨。果汁，这果汁很好喝。美好。啥牌子？NFC。对对哦哦，是农夫山泉的哦，农夫山泉的，那个叫什么？叮咚买菜的果汁也很好喝。用那个上次涂的东西。叫呼吸决定，推荐点好吃的，自热火锅，我喜欢吃自热火锅。应该是不会的，就是因为我觉得路演太奇怪了，所以我才把脸截掉的，就是显得我脸，我整个人特别长，就是。就会显得我这腰特别长，然后加上头就更长了。把头截掉的话，就腰就还好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我不能把腰截掉，只露头吧？那我还跳个屁！你要减肥，那你就吃沙拉呗，吃三文鱼，吃牛肉，吃牛排。哦，我可能连错网了，我看一下。单纯网过，丢丢，我还就是我发这个视频之前，我还问了我姐能不能发，因为我怕跳得太丑了。然后她说，她居然说我可以发抖音，对我要求好低。但是我已经发了其他地方，我就不会再发抖音。谢谢冷漠无心之人的夜天，好酸。因为被这个酸倒了。
手霜，不知道，我不用护手霜，香奈儿。对的，我也发现我这个眉毛粗粗的，有点太丑，但是没办法。我每次对着这个房间镜子画眉毛就会画得不好，在中心啊不在剧场画就会画得挺好，因为今天就是为了拍这个视频才化的妆，结果呢我发现自己露脸并不好看，所以我这个妆白化了，但是呢我有买道具，所以我等会可以拍照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挺喜欢就是被封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干别的事情，但是你可以自己在房间里干自己喜欢的事情。但是又不能点外卖，又有点不喜欢。跟跳不跳公演没有关系，我只是我也挺喜欢跳公演的，很喜欢看公演，可以看到大家为什么会不喜欢呢？喜欢尿命，只不过是跳，就是还可以有别的事情嘛，对吧？因为我平时不喜欢出门。哎，我最后发现现在大家都跟我一样没法出门。然后我之前老是找不到，我之前在房间里闲着的时候呢，基本上就不会拍照。就是要拍也就是那种自拍，我不会特地去买道具去拍，但是现在就很好，像对，就是在房间里还挺开心。快递和外卖当然都没有了，就是被封了嘛，人家进不来也出不去，就是只进不出，现在是这样。我买了一个就是快手上面，不是快手，抖音上面的零食，我可想吃了，然后呢他给我送走了，就是他刚到又全部送回去了，因为我这边放不了，就是送不到了，因为被封了嘛。哎，然后我的那个零食还在菜鸟驿站，人家那个菜鸟驿站就在园区里，但是没有钥匙，我进不去，打不了。库存也够了，我有好多自热火锅，然后昨天在超市里面买一些吃的，过期了，那是不可能过期的。我买的那个是有，就是很长的保质期的。霉豆腐没吃过，谢谢青青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 ，Thank you。口红不知道什么色号，我刚刚瞎涂了一个就走了。为什么不念？我不轻易叫别人老公，你叫老婆就可以。好用的香香，好久没听到人家又说香香这个词。就是小时候用那个护肤品就叫香香，你可以用海蓝之谜。有没有好听的歌？是吧，我小时候都叫香香，我妈说能不能要不要涂香香，以前我妈天天追着我涂，因为我脸很干很巨痛无比，就一涂就痛，就我已经干裂了
这是抖音里的歌吧？可不可以出装叫？可以啊。我涂了，但是它掉了，就是快掉了。我就刚才就是想补个唇膏了，但是我找不到我的化妆包去了，我就怀疑了，我化妆包被抽了吗？怎么化了个妆没了？就肯定被我自己搬到哪里去了？找一下，啊，就在这儿。找到了，就这个。我好像说过是什么色号，20色，02色。口腔溃疡挺好的，太好了，明天应该就好了。其实跟刚才没区别，我要涂多点。对，我的小号叫挑水人。没涂好，涂不出来。就这样。我说了，我口腔溃疡快好了，明天就好了。你还在问我？丢丢今天，那是因为我们丢丢本来就好看。可以笑一下吗？不可以。我突然想到一首歌，突然想听听，不知道这里有没有。我是真的不会用网易云，就是犬夜叉里面的 ED。怎么弄啊？我靠！是这个吗？不是这个。算了。润唇膏推荐，我没有润唇膏推荐，你可以用那个治唇炎的，我自己老用那个，因为我嘴巴老发炎，没有办法，而且我嘴巴是这里老脱皮，因为我老是去洗完剥掰它。我一般用 QQ 音乐，不用网易云，但这不是我的 iPad， 随便拿它放点音乐。好不了，就是他一直不好。凡士林，他们之前说凡士林不好用，所以我就不用了。
对对对，应该在睡觉。是吧？就是不太好用。花西子唇膜，我有那个东西，但是我不怎么用。试试看，我回家的时候试过，就是润唇用的，润唇。现在就会。没开瘦脸，老说我开瘦脸，我烦死了。之前说让大王那个调整一下，他又不那个。我觉得就是镜头问题，你看我远一点，我的脸就不瘦了吧。我先头好贴，好塌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云电源，没剪，就没剪呢，不是我剪的。女生有喉结，那就有呗，又不影响你，影响你生活吗？不影响。二十七号是有什么事儿？剧本上哦，迎来了我最不喜欢的游戏喽。今天是几号？22号。我真的不太喜欢剧本杀呀、狼人杀呀、什么杀呀，就是这种。但是，为什么要 cos？ 没说啊。我们这个都疫情了，还 cos 啥呀？然后到时候美美的有人 cos， 没有人说，但是就是那个卷起来，是吧？本来就是之前我们队玩，让我去玩那个阿瓦隆，我说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我就不想玩。杂志我不知道，应该就最近吧。不会用害羞多说点话。当然不可能提前知道了。现在就不会给我们看，我觉得应该是那一天给我们看看吧，现在怎么可能。反正我是一个不太玩这些的人。对，其实我本人就不喜欢玩游戏，应该这么说。我喜欢就可以大，我觉得完全可以大家一起吃东西聊天啊，为什么一定要玩游戏？就是让公司就直播，各个角度可以就是互相问一些问题啊，然后玩那种就是闲一点的那种小小游戏，而不是这种大规模的游戏。
就这种就是时间久了就会有一点，谢谢猫了个咪的夜店，就会有点控制不住时长，然后到后面会有点无聊，因为你不是参与者对吧。像我之前玩，我自己是参与者，我到最后我都玩累了，我就一直在闲鱼，我说啊我不是太会玩，你玩吧，我在那玩手机了，我已经退出这个角色了。对，哎，那个是直播吗？是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好像是直播吧。要是直播的话就有点无聊了，去提议一下下。我提议也不会有人听我的呀，对吧？就是我，我们是直接就拉了个群说，狼人杀跟剧本杀你要玩哪个？谢谢口袋在糖唐僧的夜里，有可能是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，疫情期间就比较麻烦。如果你玩狼人杀剧本杀，你要么发牌，要么要么看剧本就好了，对吧？你只要给个剧本就好，还是这样方便一点。开个 KTV， 海龟汤的话也是会有点，就是中途会有点拖了，就是如果说想不出来的话，对吧？对，海龟汤我觉得是要出题目，但是出题目的那个人很累，说实话，就只是那个猜的那个人会觉得很好玩。你先等疫情结束了再想着去团建吧。我们，你还是说你是说队内就是在中心团建？中心团建的话，上次不是大家一起那个过？是吧？中心团建是略微无聊，我没在。我不会打麻将。快了，再过到一点十点半吧。对啊，我说今天就直播一会儿。上天啊，丢丢，哎，怎么没有了？这个，你的吃的吃完了？好吧。哎呦呦呦，自己做饭没有，太房间都没搬呢。丢丢，过来，叫你吃东西，哥，过来。不大好吧？谢谢依依宝贝的夜店。我打算，这两天把房间搞一下。算了，你去吃饭，叫你。对，新房间。拍 vlog， 大部分这个东西是不是我自己办的？我应该会找阿姨，太麻烦了自己了。我已经没有当初的精力了，因为这次的房间就打算简弄一下，因为怕搬，快搬中心了，没有必要精装修了。怎么就没有好听的歌？
对啊，自己装修就是精装修。墙缝我买的那种专门涂墙缝的东西应该行吧，对，大概弄一弄。下个房间是几几几不知道，我知道它在哪个位置，但我不知道是几几几。320，那就是320吧，我搞不清楚。真要搬？对啊，我搬房间难道是开玩笑吗？1339有一点距离，就跟其实跟之前303差不多，但那边隔音更差，应该不出所料的话，因为跟那另外一边墙大概只隔了这么一点，就是说门和门之间的距离只隔这么点，那说明这个墙就差那么多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之前借过王瑞琪的耳机，然后呢他的耳机就是现在就是会偶尔会连到我，不是偶尔，基本上他用耳机就能连到我，所以说就是很没有隐私，就是个性就是我们太近了。你想你在家你稍微走远点，蓝牙耳机说不定都会断，但我在中心还不是住一个房间的，蓝牙耳机就一直会连着。我可以把他耳机删了啊？那我不知道，我以后我有时候会忘记这些东西，就是我会忘记说我之前借过他，借过就放在那边了。是吧？嗯，现在我知道了，主要是我有时候就觉得我自己把蓝牙关了就行，因为我在那边看别的东西。我昨天看犬夜叉，就是突然连到他估计会吓到。邻居是谁我不知道，肥肥哦。新房间，你硬要说是隔壁也可以是，就反正就是舞蹈房在这儿，我新房间在这儿，懂了吧？就是一个错开的距离，但是其实它放音乐也是能听见，只是不是这样贴着。但我现在是跟舞蹈房就是也是隔了这么一个墙，现在其实更近。相当于我要是发疯把那个墙砸坏了，然后隔壁就是舞蹈房，就是把这墙一砸坏就是舞蹈房。就是所以很吵，上一次隔壁就是他们在舞蹈房唱歌我就听见了，被吵醒了，对吧？买个耳塞，可是我不喜欢戴耳塞，就是戴耳塞会耳朵难受。对，耳朵会痛。晚安，好，拜拜，我挂了。